迎接七月吉祥月，十二号一早，上百位演艺人员齐聚在三重静思堂进行第一次总彩排。跟平时在社区练习相比，每次练习都有不少变化球陆续加码。我从一般一幕吧，大概后来变成五六幕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就是我想要就是让自己能够多参加一点这种不同，应该说不同的经验，所以就算是变化球还蛮大，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愿就有力。我们有七场嘛，那七场呢，我们一开始训练的时候也许训练三场两场的人，但是我们希望七场都不同的人上台演绎，那这样的话我们是可以更度更多的人进来，来了解事实上亲恩难报。母亲怀胎十月生子到底有多辛苦，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很难体会。在经过一段时间练习后，现在的动作神情演得丝丝入扣，还有妈妈带着孩子一同演绎，深刻体会母爱的伟大。妈妈怀胎很辛苦，然后要乖乖听她的话。只要有亲子的活动，我一定带他们来参加，让他知道说我在此际里面是在做什么，也让他们自己去感受这样。亲身演绎，把真实的感受化作行动，每个人每一幕反复练习彩排，要求完美呈现。大爱新闻吕世轩、柯信智台北报道。